好，诸位师父哈、诸位居士，那我们今天先，我们今天要教这个是过堂跟行堂的规矩啦，过堂跟行堂的规矩呢，在来万佛寺十多年了，其实我们建这个斋堂的设置法啦，也不是建，它本来的设置法就适合做这个行堂，跟就是过堂的那个。仪式，那我们平常师父吃饭其实就是过堂，只是说没有那么的仪式化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就是法会，大型的法会，应该说大型的共修会，包括未来的梁皇，我们也是要用，因为七天嘛，也是用就会用过堂的方法，来进行。那过堂在一般来讲，过去就是丛林啊、戒场啊这种大众共住的时候呢，都会用这种方式。那这种方式有什么样子的好处？第一个就是它有种种的规矩，那完整的表达了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一般性的规矩，包括这个饮食上面的这个休息。一者计供多少量比来住，二者存己得恨存皆应供，三者防心离过贪等为重，四者正是良药未了行乎，五者未成道业应受止食，这个所谓施诸五贯，一者计供多少量比来住，就是了解一餐饭多少的辛苦，从人家种买来洗处理，然后煮成三德六味，最后摆盘，然后放上去给你吃，你看这个动作有多少啊？所以你亲自来做过，你就知道说，这个计供多少，量比来处，那思量一下那个来的地方，这来的地方就是一切造成你今天坐在这里能够吃看得到的这些食物，这些呢就量比来处，计供多少量比来处。二者存己得恨全缺应供，你看这样子的费心，自己到底有什么德性？德恨、德行跟德恨，行是行动，在因上说；恨是结果，修出什么结果？这样子，这个全缺应供，都是要吃的。那全来用应供的话，应这个供，应人家的这个供，看起来还。比较，用心印心无愧于。那如果是有缺，还是得吃啊。你不能说监狱里头的犯人也得吃饭啊，对吧？就是缺而应供，存己得恨全缺应供。三者防心离过贪等为重，防心离过。所以我道德有全不全，先考虑道德面，接着呢就要考虑什么呢？考虑这个用心面、饮食的动机面，这个防心离过贪等为重。防什么心呢？喜欢吃的想多吃，不喜欢吃的你就这个怎么样？就嗔心、恼心，不喜欢吃。这个应该是来意食不得不食，不管你想不想吃，那个有意的食物要吃。那无意他拿给你吃你也得吃啊，不然你还是肚子饿啊，但是我们尽量煮的是三德六味去，这个供佛极深啊，三德六味我刚好前天有讲，大前天有讲，等一下会再带一下，全缺这个三德六味供佛极深，三德就是这个如法德柔软如法德柔反德清净德如法清净德柔软德如法德，清净柔软如法是这样讲，清净就是来源清净，不杀不偷不盗，这样，那种植上来清洗清净，清净，那清净德处理的干净，这样清净德。那柔软德就是什么呢？就是柔软德有时候 如法德放在第二也可以，因为从处理的时候就要如法，叫如法德，如法德就是从处理一直到煮熟煮对，这叫如法。
那中间有一个叫做这个清净柔软，柔软就是要把煮熟，这是一个单独的简单的概念啊。那煮熟是最重要的，接着才是讲到如法。如法的话，就不只是煮熟，在处理过程、处理中间、最后煮熟放出来，乃至于摆盘，这些都要如法，这样叫如法的。如法的观念比较广，好的如法的。那三德六味，六味就是酸甜苦辣咸淡这一类的，就是泛指各种味道呢，对你的那个五脏六腑，各种颜色，五脏六腑呢要怎么样？要得那个什么利益，所以说各种味道咸淡要适中。道场当中吃东西偏稍淡一点点，但不会全淡。全淡的话对身体不好。那少油，但是不是没有油，应该是好油。好油其实喝多也还 OK， 喝多不会产生胆固醇。再来，胆固醇有好的跟坏的，所以也不用怕胆固醇，是这样。那这个是概念上这样。但是好，那这就所以说，准己得觉应供呢，防心离过贪的为重，防你的贪心嗔心。还有好吃，我不贪，但鱼吃，什么鱼吃啊？你看那个，我们养过狗，那狗我们就给它吃饭的时候，是最好训练的时候，要坐下，不能动，它已经看着它流口水，狗在那里已经流口水，不能动，它还要停住不能动，那动的话，哎，拿报纸卷起来的，这样打它一下，它就说哦，不能动，要忍住，忍住，好。念三句阿弥陀佛才吃，那当然不会念啊，他傻傻看你啊。但有的狗会稍微懂一下，会乱叫一下，他会觉得那就是在念佛啊。好，那好，开始吃，吃的时候，整个头埋在那里吃，那就是鱼吃，干嘛？周边环境他都不知道的。好啊，吃好不好吃，只知道好饿好饿，一直要吃，就没有什么呢？没有正念作意。这就是吃，所以贪嗔痴就是防心离过，防这个心好吃的起贪，不好吃的起嗔。那正在吃，肚子饿正在吃，愚痴没有正念作意。什么叫正念作意？咀嚼要知道咀嚼，那不要那么猛吃。不过这个当然过去的丛林里哈，你人多，多到怎样？多到斋堂装不下，大家都来挤啊。因为过去居士没有那些经济力，社会上没有那些经济力，没有那些什么呢？小公寓可以养师父，所以呢，大家都要挤在丛林里过生活，才比较安稳。那丛林人多，这么样斋堂大概可以坐200多人，挤一下再挤一下这样，但是呢，它动辄300、400人，怎么办？过了二堂。就打板的时候是可能是也不能太早啊，对不对？好，那就打板好了。这个十点钟打板，10:25打板，或者10分，应该一般都是用10分钟嘛。10:20打板，10:30开始吃，要就定位，金金再拜下去，然后就开始念供。念供吃的时候动作非常之快，他维罗也吃得快，大概25分钟就吃完。念佛就出去，第二班再进来，第二班进来大部分是工作人员，或者是一些老弱的，他再来的时候呢，打菜的还是有，叭叭打菜很快，收的时候也很快，等一下做那动作给你看，这样。可是正在吃的时候啊，他是没有拿那个耳机型的在那边，妙慈刚拿耳机型啊，算了啊，有没有耳机型？我记得是有。有没有因为是被收走还是怎样？啊，他吃很快啊，然后那个吃很快，一直吃，然后头都低着，然后越吃越慢慢吃，是应该要这样吃，龙盘出凤眼，啊这样吃，他不吃他的，然后是那维罗过来。一个嘴巴就打下去，打下去，然后这碗就掉在地上，不是锅，
带来的火气，你问一下妙智师父，就掉在地上，掉在地上，他根本没有机会，也没时间去看谁打他的，头低下去，啊，饭一掉地上，手就一抓，口里边还继续吃，来不及了，太饿了，来不及了。然后吃什么东西呢？我师父跟我讲，他说豆腐只有初一时在哪里看到？在汤里头看到，汤一块块切的这么小丁，然后还得怎样？还得你跟那个行堂的师父有私交，他才会怎么样？捞汤的时候小心一点，不要动，不要动，捞起来。可能会有3块到5块，这么小丁点的豆腐。那你如果跟那什么呢，行堂的平常 交往不佳，甚至有够口角，他也不会怎样，他只要用力捞，你懂吗？不，保证不会有饭粒的那个什么呢，那个豆腐渣让你吃到豆腐了，不是豆腐，豆腐渣，这是初一十五、哦、才有。那平常吃什么？平常吃做豆腐，扎出豆腐来了，那些渣那就叫真叫豆腐渣。那怎么吃？怎么吃？哦，就这样煎一煎，炒一炒啊、哦。有人在做动作了啊、哦，煎一煎。你家里讨个派意，不但哦，你还能嫁？想阿婆才不是的。古代没有冰箱，对不对？那豆腐渣做出来了，是不是坏掉？照样坏掉，对不对？对不对？那怎么办？拿到外面晒，拿到外面晒的时候是怎样的？你以为是什么？有加热器？才不是，就太阳。那在哪里晒？就在一个随便的一个草席上，它不至于放地上，放草席上才好收。那叫铺开晒干。那问题是，你会晒，那谁就会来？小鸟啦，海鸥啦，什么乌鸦啦。麻雀、苍蝇啊都来，然后他们就吃得很高兴哦。为什么？因为晒那么多嘛，吃得很高兴，吃得很高兴，边吃就边大便，大便啊，大便的怎么样？一起收，增加蛋白质。啊，一起收之后再晒第二遍，已经没有人分清楚昨天的大便还是今天的豆腐渣了。然后呢，都晒干了，大概晒3天干了，就收起来。收起来之后呢，要吃的时候说用煎哦，你讨个派去，哪里有这么好的用煎的？没有，是谁啊？那个饭，大锅饭，好大。然后呢，这个他去拿一大坨，然后跟盐搅拌好了之后，都酱油都没有，只有盐，搅拌好了之后。铺在那个饭上面，然后再焖，啊，焖下来之后呢，烤起来，然后或者搅翻搅在饭里，然后就这样吃。你会吃到什么鸟大便，已经没有人会去想那个事，是这样。然后呢，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是这样吃啊、哦。那么是所以说三德六味啊，在佛的标准里头是有，但是呢，恐怕这个什么，恐怕我们知道的，在我师父那一代都还没有。我师父那一代才多久？民国初年了，都还没有。好，那么这个事情跟大家讲。那么就是饮食呢，我们为什么要过斋堂？第一个，三德六味，供佛及僧，让你防心离过贪等为宗。再来，正是良药，未疗行乎？你既然要贪嗔痴等的贪等为宗，就你要贪嗔痴都要防。那接着呢，正是良药未疗行乎？哎，那不好吃的你也得吃，那也是防心离过的。那当然好吃的刚好它你也有，那应该吃你就吃，不过饱不过多少，然后呢不能多不能少啊、哦，然后来易食者食之，再来不起分别，作意口再咀嚼，心要念佛。要不就是心要、注意你的咀嚼的味道等等，这一点。凡子师呢，防心离过贪的，这是要为了行乎，就是为了这样。
善知，你这样吃对了，疗形之枯，就不吃东西会枯瘦，啊，就会饥饿的意思。他不用饿这个字，他用形枯，微疗形枯。那微疗形枯，为什么微疗形枯啊？怕死，也对，怕敌人也对，但重点在最后一句，未曾道业，应受此事。事实上是行哭，行哭也不要啊，但是实在是为了什么道理，所以行哭还是不能让他们，对不对？身体坏了还是不能休息，是吧？那个未曾道业啊，未是方受此，应受此事。有时候讲，有时候地方写成方，我们那里是写成应了，应受此事啊，是写成应，应受应。因是指旁边的人老师告诉你因，啊方是指自己说我才，啊所以也没关系，我们就是听着别人祖师教我，未曾道业，应受此事。因还有一种意思呢，就是说你也不能不想吃，你也不能说今天我想要断食就断食，可以偶尔断食，但我一断食六天七天，到时候开始危险，就危险。六七天的断食就会危险，啊，断我常常是一天两天的，那还好，是这样。好，这样了解吗？所以这就是过堂它的意义在这里。所以主要是三德六位，啊，供佛及僧是煮的跟吃的，那要食从五官。那再来呢，就是你本来就要保持饮食的威仪，翘脚啦，躺椅子啦，啊，对饮食的不尊重跟放逸。再来。本来修行就是二六十中要正念作用，那二六十啊，那所以呢，你吃饭就是二六十中，二六十就整天的意思，两个六十，两个六不是二吗？对不对？那古代的话是一个十是两小时，那十二个十不就二十四小时吗？那干嘛？就今天西行的，啊，两个小时就一个时辰，头中尾这样，一般看八字都这样看。啊，就是，这个120分钟、40分钟为一个时辰，为一段这样啊，120分钟为一个时辰，啊，那么这就是二六十中要什么？要正念作用。那你自己乱吃，想吃就多拿，不想吃不吃，然后呢吃着聊天，然后动作威仪不当，啊，然后呢这个时间也不能控制，那大家怎么修行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你自己也不好修行，那你也自己放逸。所以过堂吃饭，就我威仪注重食从五官，然后呢，这个以时以地啊，然后呢，这个定时定量等等，这种种说不完的好处，然后能够让你最终就是帮助你什么未成道业，应受此事，为了帮助你成就道业，所以其实过堂吃饭是表现出很有道气的内容。那么呢，在宋朝的时候呢，这周敦颐，他不是有兄弟吗？周氏兄弟，应该是嘛，哈。啊，那周氏兄弟呢，他本来对佛教呢也一般一般，他跟佛教、儒家在那个时代还很强盛，现在当然弱不禁风了，没人能理他。那当年他因为夹着皇权，所以说其实他考试都考儒家嘛，啊，所以说夹着皇权的运作了。他是很信，可是他知道呢，讲到道理的时候，也这个不一定说得赢佛教。那有一次，人家就带他去参观佛寺的过堂。那三四百人的一个禅堂，好像金山还是哪里那种大禅堂。大木其实大的话呢，大丛林也是就是这么几间，要维持也不容易，因为人才动力在一起。领导丛林的龙子人才运营在里面，然后呢，他就看他们吃饭，哇，三四百人吃饭，一根针掉下去都没听得到。他从头他看到一半，他全身就冒冷汗。出来的时候，他们也赞叹说：“哦，这个华夏的礼教都在这里。”其实这是他自己沾光讲法，哪有啊？儒家当然也有讲食不欲啊，但他没这套啊。这套吃法当然是由那个礼仪，中国人的礼仪翻转出来，但是呢，重点在内在的核心，
内在的核心，是指的要修行，啊、哦，还有防心离过等等，这些当然说穿了，大家听得懂，你儒家也懂，但是真要去做，儒家是没有那个理论跟动机，因为他没有解脱见，他也没有成佛见，他更没有成佛见。当然，他有所谓的后来的这个宋明理学，宋朝跟明朝都发展出来的跟禅宗合并的理学，实际上是有，但是思想上它是借用的。所以佛教的过堂是它的特色，也是它修行的延伸，这样诸位了解了。那因此我们很希望能够推动这个过堂示范。那像梁皇本来是一个比较一般的，好像说有些老板呢、啊、可能来了怎么样不行那个，可是呢我们有师父提出来，大家觉得有道理，他说没关系啊，我们也不会要求他太多，他就跟着吃也不会怎么样，那师父也过堂，他也过堂，啊，他就坐在稍微前面一点，靠近师父，然后他感受一下那个感觉，其实就是功德，拜梁皇忏是一件功德，那你在那边吃饭也很用心，也是一个功德。至于说平常要给你喝个茶了什么，可以中间休息的时候陪你喝茶，吃饭的时候那个氛围还是要。那个师父这么提的，我觉得也有道理，大家觉得合理。那所以说大家多来学这个行堂跟过堂，啊，要行堂才能过堂，有人能行堂才能过堂。你没人行堂，你没办法过堂。行堂什么意思啊？就是服务，啊，包括摆盘，包括增加、退、增减食物，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行堂的功能，就行那个堂，堂就斋堂。那个什么呢？过堂就是你在这里过那个什么，过那个斋堂，讲过不讲吃，因为因跟鱼吃的吃一样。懂吗？哦，就好像说出家人有时候自称那，啊，学人这一类可以，啊，但有时候就不称我，就是要避免这个增长过之，啊，这样，所以说我们就讲过堂，一般讲过堂就专指过那个斋堂，就是过的意思，就是我过一过而已啦，我不是去那里吃了，是这个观念啊，啊，就是。最好能够少吃为妙，少吃身体又健康，这样最好。你看世尊当年日食一麻嘛，你要就是少吃。当然最终他后来发现，无意的苦行，专门在训练肚子饿也不是办法，哦，是这样啊。谢谢，测试看看。因为等一下双手动作，刚忘记。喂。所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修行的样态，从自修到影响大众，哦，是这样。好，那但是要这样修的话呢，要这样子修的话呢，一定要有人会行它，行那个它。就是刚刚讲的做服务，对不对？啊，所以现在来教诸位行堂，但是要教诸位行堂，你得自己先会过堂，啊，你要先会过堂，你才知道什么行法，这样知道吧？啊，那就是行。那行的话是情况是怎样的？啊，是这样。我们呢，安排时间，中午不是，用斋之前是不是和尚讲开示？讲完开示之后是回向。回向完了之后呢，理论上就直接问讯念佛进斋堂，就念佛出班，念佛进斋堂。这时候有急的要上厕所，自己去上厕所。他这一支香是不停的，就直接进斋堂，啊，上厕所就自己去。啊，进了斋堂之后呢，那个这个维摩师傅呢会坐这个第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好，
会坐这个位置，这是维挪，那一样念两边的，念两边的够不是一样啊？麦克风可能就在他这一侧，那就进来了。那打木鱼的有一个对面，那就坐对面，所以这叫东单。维挪在东单，木鱼在西单，这就是两根的。南无弥陀佛，就是跟我们的佛七的那个念佛一样，但稍快。然后到了之后呢，就到了之后，他会进来。进来的话呢，要数好，要数好。南无弥陀佛，他就对面站。然后呢，男众在东单嘛，女众在西单嘛，或者是前面是男众，这样都可以啊。东单哦，东单在这，东单在这边呢，东单在这边，木鱼在这边，好。但是呢，因为这边是做女众的，那就干脆木鱼坐后一个下一个位置。好，你稍微跟维摩师傅讲一下，反正你也是当维摩嘛，就这样讲的，这样这两个位置。啊，所以的话，如果师傅不要坐那么紧也没关系啦，没关系就可以。好，那没关系就是这样，就是引气木鱼。啊，大家进来的时候要注意哦，进来的时候你们行堂的人就要先记得这一排有多少人。那你就开始数哦，一二三，用的数计数机，二三，到了，假设要做到这里，还是这次安排因素还安排到这里，如果够的话，你要改到这里。现在已经报名100人了，已经报名100人了，100人你们等一下数一下，假设100人，你把它做到这里，那就好了。那你进来这边，那这一排应该多少人？假设是要做到这里的话，这一排要多少？就开始数哦，数到二到，来，你慢慢，因为人不会清楚他坐哪里，明白吧？他不会清楚我是第几位，但你帮他数，这样知道吗？有没有听懂？这是行堂的人第一件事情，就要站在那里数人头。数人头，第一行满了，第二行大概就不用数了，因为做完就好，就是这一行要切断。懂吗？听得懂哦。那边也是的，各有一个人要负责数。行堂组的组长，你们自己产生的，我就不管了。我先教这件事情要这样。行堂，是这样子的，就是他们进来的时候，那进来了，假设进来了，就进来了呀，进来了，然后维摩就会这个椅子呢，过堂的人啊，假设就是你了哈，你们就是过堂的人，然后进来走到这里了，南无弥陀佛，南无弥陀佛，金，好，我坐下来了，看到没有？好，现在要坐下来怎么样？那就死人了，一个人这个声音，两个人这个声音就死人了。还是这样，你觉得很好了，那就这样。吸氧，两个都死人，对不对？好，那最好，我懂了。那是吸氧，都死人，对不对？然后最后这样，那我都知道了，我小心一点。还是死人，这样懂吗？四样都死人，拖的啦，拼命光啊，撞到啦，什么都死掉，都不可以。那怎样呢？无论是圆凳或怎样，记得啊，记得是这样子的。你本来就是排好的这样，对不对？那金，下来，要这样，两手，出来，然后还是不行啊，怎么办？一脚先着地，一脚，再怎么样声音就小，对吧？好，两脚。好，糟糕了，不够，你还会这样吗？还是一样啊。所以拉开来的距离你自己要知道，懂吗？真的实在不行，你轻轻再往后挪一下，一脚放下，懂吗？你要知道，这个连我们在当军人的时候都被要求。一出声音，谁站起来？你不要吃。很惨，军队绝对是这样，才没有跟你什么，我不能不吃啊，未了行哭嘞，我未曾道业，你怎么可以不让我吃？我才没鸟你这个嘞，你就不要吃，
等一下人家出操，你就平白少了五分钟。什么五分钟很严重呢？怎么很严重？因为那是坐圆桌，军队是坐圆桌，常常都会怎么样？中间有一只鸡，那你不能吃鸡腿就没你的机会。那个他们没有，他们有坐在那里，他们没有念够，军人没有念够，坐好，然后军长官就讲话，今天啊，怎样，讲到一半，还看啊？看什么？你是看着瞪着那只鸡吗？而且不能看。眼睛闭着就睡着，还睡着？你给我上讲，也不能睡着，就是眼睛要眯着，然后一直听长官训话。讲完了，好，开动！来开动的时候，谁手伸得快，就是抢那只鸡脚、鸡腿。那大家都会说好，今天这两只鸡腿是他的，他们两个在照我。但有时候不是，像我因为后来在军中很红，有帮忙做演讲，帮军官做演讲。军官直接就过来了，哎，我是排长，对吧？我是那个班那个那一班的班长，名字幺洞九，哎，幺洞九，来，这是你的，直接就发给你，啊，别的人呢，洗头就一定干这样子嘛，对吧？洗头就一定干，没办法，因为你人红就是招妓，你懂吗？那这个就是军队，但是。要坐上去之前，你要出声音，就是站起来。刚刚谁谁谁，然后呢，每一桌都要挑两个，都站起来。好，那如果吃饭啊，吃饭吃得太大声，站起来吃，还大声，站在椅子上吃，所有人都看得到你。军队也是这样，你要知道，军队也是这样。我不知道每个军队都这样，不知道。我们当年在受训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其实那个不出声音，连世俗人都懂，好，连世俗人都懂，所以要小心，好不好？好，所以拉开，然后好来了，坐下去怎么样？拉开这个动作就不对了。如果我有搭衣，就要怎么样？拉开撩衣，撩衣，看到没有？我叫你穿海青，你拢不穿。海青，你知道吗？那等一下穿上去没关系，等一下啊，你先要会行堂，先要会过堂啊。你看啊，撩衣，撩衣之后跨过来，衣把带过来就叫做什么？提海青，就提大袍了。其实应该讲大袍，不能讲海青。提大袍，两侧抓，两侧提，坐，这样的衣在外，有没有看到？那海青被你坐着啊。然后呢，海青。正面这条线没有歪，好，没有歪，垂在正中央，好，然后做好之后，万一这样子做的不正，你怎么办？有时候会这样的，不太熟，你看要这样，要这样，要挪一下，没声音啊，看到没有？要挪一下，两只手，一只手握脚，一只手握背，那个圆凳子就好弄了，就两只手一起握着就好。懂吗？那如果实在不行，你就是一只脚握脚，这个撩一下放身上，不然会压到。好、哦，那握脚，那这只手握背，那贴着臀部，贴着臀部摸，这样知道吗？好，你不要这样，哇，这完全就很糟糕，完全破功了，听懂吗？那就破功了。刚刚没有声音，搞到现在就出声音。那个维诺如果生气起来，就孽战起来，很麻烦的，好，就这样。好，那么这样子呢？好，假设坐下来了哈，那坐下来之后就要念够，他会发，当然没有这个东西了哈，这个是等一下，他会发一个二十零灾仪，二十零灾仪要基本上为了让那个空间怎么样，应该是两人一份，一张桌两人啊，或者是怎么样一份的，还是一人一份？赶快去看一下够不够，要不就多做，好不好？好，看一下多做一下，好，是这样。好，那么就摆下了，摆下。如果一人一份也可啦，就固定摆在汤，这个是汤碗后方，因为那个什么水果盘，我们这次多一个水果盘，已经放在饭碗的后方。
因为台湾是水果之乡啊，特别是玉井啊，特别是夏天啊，这水果真的是很多。好啊，所以说直接以前的话，清凉寺以前其实这个是三十年前编的啊，我昨天又凌晨彻夜我又改了一下子，这样子啊，没有这个，就用整包的菜饭水果，啊整包水果就浪费很多。现在概念里头不要用塑胶袋，啊就是用这个，这样就对成一对，这个是美奈米，美奈米基本上热度都 OK 的，是这样。好，那美奈米摆的时候呢，这个我故意选这个有花的，因为我们要做万佛寺的 logo 太慢了，那就选这个有花的，有花正对下方，就正对坐的人，两个都是有花，有没有？有没有？要这样摆着哈，要摆着，要这样。好，那么就开始念诵，开始念诵就是不动的，坐下是不动的，开始念诵。哦，早上念快，中午念慢，供养清净法身品，那叫快板慢念，早上是要快板慢念，然后我中午的话是慢板慢念，供养清当然，有时候人肚子饿了啊，他边念边一直吞口水，已经肚子饿了这样，那这个没关系啦，啊，八道腰啊，甚至还会这样想，啊，那养爸爸子啊，啊，他会不会吃啊？这些都防心离过，贪等为宗，自己就要注意了。啊，这样，那你就一直老想吃，那就是什么呀？就是那个贪嗔痴的愚痴的痴，好，这样知道哈。所以说这个力量的提升，以前我们参加法会啊，旁边坐的老先生都一直吞口水，因为他过午不食，受八关斋戒这样。好，那么念完了之后哈，我一扯济公多少样比来多少存经等等，然后最后呢，大众请用，大众请用，这时候他没有摆那么远，筷子摆这里，大概就是一个拳头。就是一个拳头的宽度。现在开始要讲规矩，讲摆的方法，好不好？一个拳头，一个拳头，大概一个拳头这样，或者女众，就是四指啦，这样讲四指啦。然后四指呢，筷子头排朝左边，就是筷子尾了，尾端了，就夹的那一端了哈，夹的那一端朝左边。好，那你要过它。你要过堂哈，你要过堂是这样，这个的架，根本看嘞，可以看吗？当然不能看了、啊，很斯文，很斯文的哈，很斯文这样，不是夜，也难看死了，什么夜？全世界就台湾在搞那个剪刀手，讲了啦，这样子哈，好，看到没有？好，头过来。头就是筷子头啊，挪过来之后，下面的虎口拿起来，当当，拿起来没有？好，像这样就不对了，有参差就不对了，要这样，要很平整。哎呀喂啦，告诉你，等下搞完了，你就会知道说，原来吃饭我也不会。啊，这样拿起来之后干什么用呢？撩衣。撩衣之后，注意看，收中间盘，菜盘收回来，大概距离你近或晚的，就叫收回。啊，摆的时候啊，摆的时候是这样，大概距离两指。好啊，跟他的话，大概就他的正中央，那距离也是两指，这样知道吧？都是两指。两指什么意思啊？两指就是中国人的讲一寸。的意思，好，都是两指，啊，这里也是两指。刚刚我讲说一寸，那个拳头啊，干脆也是两指，好记就好，好这样。你看看到没有？好，
那那个呢，这个也直接摆上去。以前清凉寺后摆，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也看到了。我在写的时候以前讲后摆，后摆就你快吃完了才摆上去，电风扇会吹到稀里哗啦的。啊，阮叔欠钱，你听哦，不爱整冷气。啊，你们现在好命，遇到我了，我就装冷气给你，是这样。啊，所以装冷气的就不会吹电风扇那么严重啊。啊，抽起来这么抽，一个动作而已，最简单。以前要折两折、三折，现在不用，一折，噔。它原来就有一折，对不对？好，然后再对折，好了，这样就好。好，有人还把它折到这样，变黑也代志，黑用的人的代志，用的人的事情，放在哪里呢？放在哪里？放在不影响的地方。好，那就我们说汤来，这叫汤碗。好，我等一下教你看，我就要教你做，放在汤碗后面。你看就对称，你看到没有？有没有？很对称，放在汤碗后面，跟它对齐。啊，它也是距离两指，从侧面看必须一条线哦，懂吗？他一进来，人家一进来一看就是一条线，那就很庄重，懂吗？那摆得像锯齿状一样，那就不好看了，知道吧？喂，听懂哈、哦？所以两指两指，那个主掌东边东单主掌、西单主掌要检查，哦，是这样哦。等一下我们看那个文你就知道。好，进来了，我们先说过堂啊。哦，它摆成这样，摆得很好了哈，摆得很好。那开始吃。假设你是搭曼衣的居士或者师父，都一样。那最起码穿大袍，对不对？就穿海青，对吧？海青是不是都有这个袖子？问题就出在这儿。来，坐下来，念完供，大家请用。讲了这个话，那他在这里嘛，两指嘛，哈，两指的地方，对不对？所以移动不会太远。看了、哦，等等，两只手啊，虚空的坐，在虚空中坐啊，这样坐下来，拿起来，拿起来之后留尾端，留尾端，对不对？是不是留尾端？啊，收过来拿尾端，啊，就是有个留个尾端，哈、啊，然后呢，遮海清秀，遮海清秀之后呢？左手伸出去，左手啊，因为你遮海清秀了嘛，对吧？哈、啊，然后就不会 KK 嘛，对不对？好，来收中间盘。好，这意味着什么？意味你没有要退菜，没有要退菜就收回来，懂吗？哈、啊，好，然后再来，这个就不用动了。水果盘看样子是不用动，哦、啊，这个可以稍微那个一下，不用动啊。好，来左边。是饭，认一下啊！你看右边，哎、欸，你看是比较大，有没有看到？有没有？有那个哈、哦，慈义哈、哦、比较细心呐、啊。前天他跟我谈的更大，更大。那后来我也觉得怪怪，他自己知道怪怪，所以他现在选一个稍小，但是很像，但还是不一样。有没有看到？你看那个口，看一下，看一下，好、哦、啊。好、哦、啊，所以它比饭碗还大，但不会大太大，这样它新料啦。啊，你好，它袂让人推伤多啊，还惊人吃。哦，这样知道哈，这对女众来讲刚好哈、哦。好来，所以记得汤摆的时候，就定位还没有动的时候，汤在右边，饭在左边，就像钵就等于饭碗一样。在左边，好不好？好，拿的时候这样拿，来，开始拿了哈。遮衣，收盘，跟我念一遍啊，遮衣收盘，取碗，取饭碗，交叉哦，交叉放右边，好，好。然后再来遮衣取汤碗交叉放左边、哦啊、所以这个呢不要太后面、啊、这样稍微有个距离，这样知道吧、啊、就是它放左边，因为我这个餐盘也可以稍微往前推，稍微往前一点了，大概就这样，要让这个距离够大、啊、所以因为这才两一寸而已嘛，
就是这个边缘最外缘跟桌外缘是一寸嘛，对不对？汤也是一哦不不，汤也是一寸，这样好了啦，都在往前放啊、哦，然后盘子也往前一点，也往前差不多一寸，一寸就两指，这样知道吧？哈、哦，好，然后这样子往前放好了，也往前放。也往不要对中往前放，我说错了，因为这个多了一个这个，好不好？多了一个这个，那个不是，那个是在收的时候的，不是做那个动作的。好，然后再先收盘，收进来之后呢，取饭碗，取饭碗拿右边交叉放，放右边，然后取汤碗收回来交叉放，放左边，好。盘子是不是在前面？对不对？啊，那都不用动。水果盘你要稍挪，那就不算动作内。你要怎么挪，随你。好，我摆好，理论上是就教你噔噔这样子，懂吗？先拿饭碗，再拿汤碗，然后再回来拿饭碗。这就是要你怎么样？这样动作是什么意思啊？记得这样动作就是已经大家要已经坐下来，对不对？所有的行堂者通通盯着，你们分好。比如说我负责这两排，那我就盯着这两排，看谁没收回来。有人汤没收回来，有人饭没收回来，意味着什么？他要退，但不是不一定退全部。有的道场啊，他就把汤放在那里，他不肯动啊，因为他想喝汤。没关系，像有人会先喝汤，吃饭先喝汤，到老不受伤，有这种说法，这是山西一代人，就是这种说法啊。那是摆着，他不能喝啊，因为这里是碗啊，啊碗里头有饭啊，啊我在想要喝汤，可是我喝不了那么多啊，我要先喝，那我现在先喝，我再退，我不能退啊，对不对？我是不是要摆着？啊，那个行堂的哈、哦，一看见猎欣喜，走过去就收走。爱在那边休，哎，我的啊，破了规，整个已经破功了。本来在斋堂里不能讲话了，因为他急起来了，你懂吗？不是的，他没有退，不管他哪个门退，啊、哦，做动作好，大家请用这个时候，噔，就坐着，他就坐着，筷子呢，他可以再放回来，没关系了，然后坐着。你不要直接来把它收走，来了正面看他，注意看啊，正面看他，然后他跟你讲，他跟你讲这样，他跟你指这样子，就是讲哦，所有的就剩一半了，这个也是，放在这里嘛，他插一半在这里，插一下，是这样，或者是他就。不动，他就不动，他就指一下，不动，不动就是你走过来不动，你就收走。好，啊的，他指一下，这样。所以人来的时候，你要自己注意啊，你自己要行堂的，你是要饮半碗，不是要让我收去，你都爱一来啊，你都唔敢介意啊，你大把地税吧，知道吗？啊，有没有偷偷讲话？你啥玩意？啊，你啥子？我们讲这，这就讲话了，就破功了，懂吗？完全都用动作，完全都是用动作，所以他来，你指，这就是一半。但是有时候会怎样？你不能喝汤，你不能喝汤，你要抵量来呀。啊，就是你汤给它倒掉，老黑来量。等一下要加也是这个动作，懂吗？要加也是动作。好，那如果是你要汤，你要汤，然后你不是要力，要什么比？要什么比？啊？要什么比啊？指一半是指的一半，好，那指一半是指全部的一半。那如果这样叫做满，就是大概就是应该讲八分而已，没有那个全满的，好，知道吧？怎么样就是八分七分呢、啊？哦，汤一般就是放到七分而已，他就这样子，啊，这样子一半大概就真的一半，哦，饭也是，再要添加饭，我只一半，
我空碗出去只一半就是漂亮一半，我汤碗出去只一半我就是汤一半，要记得哦，这是汤碗，这是对对对，这是汤，这是饭碗，这是汤碗哦，你不能伊要底汤你个底崩，啊伊要底崩你个底汤，伊在倒，你听有无？懂不懂啊？他又不能讲话，他怎么办？一个面跟他啰两下，你就败了啊！所以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所以不能摆错哈。啊，你自己也不能弄错。但是呢，等一下吃饭的时候，你别忘了，我原始的摆法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哈？是不是这样子吧？对哈。好，那正在吃饭，我们不管哪一样。等一下要补饭的时候，我们先说了哈。如我收回来，假设他摆这样，糟了，两样都想退，两样都想退，要退多少？他这叫做一半，啊，这叫做我要立，不要贪。那一般有讲说这样子转一下子，转一下子，好，叫做我要贪，不要立，好，那这样子立在那里。就是我要立不要贪，他们在听，要立不要贪，要贪不要立，好，然后再来就是一半就是一半，好，那你们以前学的那个要贪不要立的是怎么做？你们还记得吗？你们都忘了哈，师父他没受戒的，啊你太老戒了，啊你呢？有没有学？没学到那么细，对不对？好，好，要一定是这样子立才行，这样就是立掉在下面的概念，所以这要立不要贪。转一转的也是在拉的嘛，对吧？哈，要汤不要力，点一半就是平均要一半，没讲话，没讲话就是要全部，全部就是满的意思，平均放满，放满就是七分满，汤七分满就好，饭可以八分满，叫做满，没有那个全满的，然后哎，那阴起来，不安呢，这样子，好，现在知道了，啊，这就是你的动作，饭呢一样一半。他没有什么立汤的嘛，他没有，他简单一半，啊，或者是我不动，他举也可以就这样动作是可以的，然后就全部收走，这样知道了，就是我完全不吃饭，理论上这种情况是少的，啊，万一他真的生病就全部留，那他在那里吃菜什么都不动，不能要这样做动作完了他才能吃。懂意思吗？就是这个动作，所以你的动作要快，你不要去跟他聊天，他在等着你啊，是不是啊？因为他不能动啊，他完全因为他饭要吃啊，为什么？因为吃饭是要这样，好，假设都好了，收回来了，他有收回来，收回来就收回来怎么收？先收饭，交叉，对不对？好，安逸的时候这不会太急，对吧？是不是这样？啊，开始记啊，好，收饭了哈，好，开始收好了之后，来取饭，怎么取呢？来，跟着我念哈，这个龙含珠，龙含珠，好，就是这样，龙含珠，有人安尼，敢那咧提高碗，惊人抢你，有啊，有人安尼，哎呦，是下拇指。很恐怖，都不是这样的哈。龙含珠，啊，这个呢，凤点头，凤点，你看像凤，像那个鸟嘴一样嘛，凤点头，这样知道吗？好，然后捧饭，捧饭单胸，先要吃的时候不是啪啪就吃，要什么呀？先吃三口，左一口。愿断四断一切恶，又一口四断四修一切善，中间一口白饭，四修四度一切众生，开始吃菜，开始吃，吃完了之后，哎，要喝汤，不是这样，不能这样子，懂吗？懂吗？安尼你看我拿两手安尼才会紧啊，对不？这就糟糕了，难看了，哦，不能，要怎样？放下来，拿起来，喝汤，吃力，再放下来。哎，吃完了，假设喝完，我还想喝，我可以吃饭，可以。这次怎么办？直接放手上。刚刚在这边哦，这次在左边。你要添加，而且长相不一样，懂吗？
好，啊，我们继续吃饭。啊，你时间这么要紧啊，那边大，别吵架。哎呀呀呀呀！啊，一，他怎么样？来天了，对不对？你就讲啊，别捏，别疼，别一半，卖叮当，就是来弄弄。哎，再哈，四个可能性，对不对？对不对？好，天好了，你继续吃饭，可不可以？不可以，要收回来。啊，无看的人会感觉讲，嗯，是还阁要补了。一来一看，嗯，啊，我管他嘞，啊，你浪费我的时间，我为遐坐到遮来，我爱服务这这边呢，你要狠心，伊听好，你要狠心。天好了，立刻收，懂吗？好，立刻收才是。你说的，你说的，我操！我说你，啊啊！有人是怎样？有人是怎样？很爱喝他，你起码你休等来啊！我不管的，你呀，你别讲，对不对？我到西边去啊！你又不跟他报案了，哎，都不能这样子，你懂吗？喝完就喝完，再放回去而已，哪里要你休？要跟他讲下卤味，大家知道吧？好不好？好好，那么就是这样啊，收回来继续吃。好，吃完了，菜不够，菜不够怎么办啊？啊，是这样子。你喜欢吃那个素猪肚或素鱼片，或者是喜欢像我喜欢吃 A 菜，啊是啊，你那个喜欢 A 菜边吗？别来一次，我 A 菜，我 A 菜我恭维啊嘛，你就讲话了，对不对？是这样，留一块 A 菜，留一块，留一块 A 菜在那，好这样，啊，其他都吃完，或留另外一块豆腐在这里，其他都吃完了。我远一看，哎，行堂的人把酒逆他来了，就看，用望远镜看，要看清楚，懂吗？好，看清楚来补菜，但是有可能没有，那你就。没有，人家不理你，你懂，他就没有过来，大概就看了一次，或者是他会来跟你讲，没有，这个是可以的，这样子可以，但是你不用回答，你不用回答，跟你讲没有，是这样，这样知道吗？这是后来我们加上去的动作，好，因为金麦郎他挑食了，一般来讲菜吃完了，你还要饭，不，吃了一半还有菜。对不对？啊、哦，还有菜，就菜不要推出去。搬来有菜，理论上是不能推出去的，除了你特别要买一个菜，那可在那个情况下才可以这样，就是那个东西对你身体有益，你懂吗？好、哦、啊，我是吃不下其他菜，我需要那个菜啊，它可以酌量，不然理论上说只有空盘出去了，你要加菜，有什么菜包什么菜，未使我要求什么菜。安天屋哈，这是标准做法，好啊。但是有时候可以这个状态，就是那对你身体有益，这样才可以。不然防心离过贪本为宗嘛，你不能特别贪吃什么，这样知道吧？好、哦，是、啊、好。假设正吃饭，吃一吃，哇，菜吃完了，菜盘推出去，正中央啊，人家远远看不会认错嘛，大盘子嘛，对不对？任意菜都可以来补。啊，补的话，以补你原来装上去的那个量就好。你不能吃饭，大大诶，剩诶拢扣互伊，伊都食未完，伊啊哩爱白叫，啊，这个用计盘啊，未洗，是毋是麻烦？宁可少补，不要补太多，这样知道吧？哦，好，补完了一样，马上收回来。好，继续吃饭。假设饭先吃完，怎么办？一样哦，看到没有？我的手这个动作看到没有？吃，正中央，盘子的正中央就是放饭，盘子的左边盘子的右方左方，就是我的左方，底下凸出去，这所在这就是汤，有的道场这两个碗是一样的，你若认唔到，有影会倒。人要炖汤，你甲炖饭；人要食饭，你甲啉汤。你叫啉汤，还是唔对啊？知无？所以靠什么位置？有没有？正中央是饭，记得。正中央。好、哦，正中央饭，左方是汤。
记得吧？我吃一顿饭，规矩吃这个，根本袂记的，袂记的你无在条吃，吃了你就免搁听。啊，这样懂吗？哈、哦，好。假设吃完了，东东吃完了，还有记得哈、哦，我们都是铁碗好洗啊，但也有问题。有哦，这个声哦，因为来你赶时间有哦，滴哩白滴哩白，为挪越重，纠察就会来干涉你，这样懂吗？不可以，轻一点，不要这样，像这样，不要这样，要这样，有没有看到？滑动还可以，啊，你这样就会轻一点，这样知道吗？这样就会生硬，好不好？哦、汤都一样、哦。喝汤里头有力的时候要注意，可以拿筷子遮一下。啊，淋淋淋，一个碗到那边涂咖喱，这样知道吧？好、哦，这反正出家三十多年，看很多这种怪事，啊，就弄个涂咖喱捡一个碗啊。你看，你那隔壁去，隔壁就我刷叮当。哦，你来我阿妈实在有啊，有够老。搞了什么？一粒丸子搞了三个人站起来，还可以讲话，无啊，那唔敢吃。哦，你对阿妈，有人跟你要无啦？啊，无啊，都无啊。哎，你个臭女人，你讲话够大声，全世界拢听到。这样听懂吗？哦，啊，所以说这个要注意哈，要是不要让它掉出来，然后喝、吃都可以，都可以。好，吃完。吃完怎么办？吃完就刚刚那个动作。首先呢，吃完了，吃完了的动作是这样。这个要行水，行那个汤水。行汤水的话，你们教的是有没有学过？行汤水放怎样？放怎样？怎么放？很多人都忘记了，行汤水是怎样？放在菜盘上面。菜盘上面下面就脏了。没有人收碗是这样收的，不可能的，这样就是一个油啊嘛，行不行？是不是这样子啊？还记不记得我刚刚说汤放哪里？左边。我说碗放哪里？还有哪个空位可以用？右边嘛。饭碗放右边的时候，也就是在出现在右边的时候，这就是装热水。热水。按下我，啊，装热水，啊，当然呢，有人道场会教，或者有的戒场会教说，是用汤碗去装的，啊，这样子汤碗就要放右边去，也总而言之在右边，好、啊、是这样，啊，我们可以开许这样，就是在右边，无论哪个碗都还可以，因为让你动作可以早一点完成，也是可以的，就不鉴别哪个碗也没关系，不过理论上要吃完了才去行那个水，啊，那可是我有可能汤喝完了。我就不想那个，所以你要记得，他的汤碗在左边要补汤，汤碗在右边的时候，很应该不是应该，就是我们就规定，他就是要补水，懂吗？什么叫补水？那个水不是让你喝，让你洗锅或者让你洗盘子用，这样知道吗？他怎么做呢？他怎么做？你吃完饭的最后留一个菜片，菜片在那里，啊，这个菜片在那里的时候呢，这个水果盘就不要理它，要吃完。哦，对，水果糖不要吃也一样退出哦，它是推出，懂吗？刚是不是都收回来？是不是都收回来？对不对？好、哦，收回来这个不吃推出。你来看，就推出的时候，你在推出前还没吃饭前，你可以这样弄一半，大家就知道他来了，你看就是收走一半，可以，或者把要的放后头，不要的放前头。有的水果冷，西瓜，西瓜假如半夜假如欢节，西瓜比较寒，有的不能吃，他就西瓜往前推，啊，这个都忘记了，他明显隔一半的时候，对不对哈？这时候你就收走那个西瓜，可以的，这样是可以的，这样了解吗？好，啊，他如果什么都不动，他不讲话，不，他也不动，当然不能讲话了，什么都不做动作，就像推出去一样，就是水果都不能吃。有的水果都不能吃，是不是？他、啊、就全部收走，
啊，所以来收的人可以顿一下，看他都没反应，你就收走。他有反应，他可能啊忘记，然后就讲，讲他可以要波内的是波内，啊要留的就是波内，然后他就收走。还越心火，还在不？当然哈，这样知道了。好、哦，要会先过堂，你才会行堂。哦，好，那这样。对，但是那筷子不能够用过才把掉锅了。对啊，就这一切都一样的、啊，都是在说要退都一切都必须在还没有吃，我是补讲这个事情而已啦。哎，好吧，好、哦、听懂吗？所有要退都是在还没有动作之前，这样知道了。啊、哦，还没有动作吃。如果真的有动作了，实在出状况不能吃，那就是要留。但不能，这个事情不能常发生，发生人家要警告，懂吗？就是说你没有退，但是你也得把人家吃完。理论上是过堂是不能这个样，没退的都要吃完，把没退都吃完，只留下一块菜片。我们讲到说要请水，对不对？啊，我还在吃饭，那我把它放右边的，你要请水，对不对？行完水拿回来，拿回来之后也要拿回来继续吃，把剩余的饭吃完。吃完之后呢，这个水在这里，对不对？好，放进汤。这里不要理它。我刚刚讲这个水果盘，水果干净的嘛，也好油啊嘛，对不对？倒进去，倒什么倒？按你倒给它转，给盯转，按你倒。这样倒，喂，看到没有？不要出声音，但是要这样倒。倒完了，放回来，菜渣多多一点，好，弄弄，再倒过来，倒完了之后喝下去，差不多。但现在有人说，原来就油味了，安怎了？还油不够了，安怎？那是一个不好的油。我们市里用的油都很好的油，理论上喝下去没事，但是你也可能真的不想喝，那怎么办？那怎么办？他还是行水给你，你还是做那个动作，做了这样至少干净一点。啊，有人干净完还拿来擦，你懂吗？不必啊，有一些情况可以擦，发馒头的时候，馒头你可以跪跪啊，比赛。啊，你要去用这个吃，也不要紧，但是那不是标准动作，就是不是标准说一定要这样做。有的道场会规定一定要这样做，啊，我们是也没有说一定要规定，但要规定这样也可以，就是做这动作可以，但它不是说让你取代洗碗的事，就是说啊，预先让它油够少一点啊，反正这个一定丢嘛，对不对？好，这一定丢也可以，这样知道吗？啊，所以你看啊、哦，汤来了。弄一弄，倒下去，再弄一弄，再倒下去，再弄一弄，那一片吃完下去，是干净得很，对不对？再把它擦干净，袋子拿来，袋子就走了。这就是出家人吃钵就是这样子，我钵没在洗的。我们以前在灵隐寺啊，在清凉寺，钵很少洗的，大概一个月。偶尔学生才去洗一下，这样。这热水泡得很干净，啊，是这样的，我们都是这样吃的啊，所以出家人出门就是这样子，啊，都没有所谓在洗锅的，没有时间，啊，你不好讲，我洗干了，好，然后就这样热水烫过，好，如果你要喝就喝，不喝就那个菜叶吃完，吃完之后怎么样？痰管是比较大，是不是这样子？好，推出去。推出去就是这样子，这个动作，哇，慢一点就推出去这样。好，这个不要叠，叠了会弄脏，也要推出去，就直接推就好。好，这个时候汤碗放过去，放回原位了，看到没有？有没有？我说一下这个汤碗为什么在这边，很简单。我们大部分人是右手吃饭，但左手就没办法了，大家一致的哈。你如果左撇，这里有没有左撇子？东方人左撇子比较少，西方人左撇子平均多，有没有？我们有左撇哦，你是左撇子啊、哦，没关系，但是还是得一致哈、哦。标准的做法是，哎，所以你拿筷子拿左手的是，好，
标准大部分都是右撇子，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啊，要交叉拿，交叉拿拿在这里，汤在这里。好，你记得交叉拿要拿在这里，饭就要在这里，对不对？好，先拿饭再拿汤，不，先拿菜，果盘不用动，拿饭拿过来。为什么不能先拿菜，先拿汤？你看嘛，先拿汤，你这样是不是卡到？所以一定记得，一定是先拿菜，先拿饭，对不对？不，先拿菜再拿饭，对不对？哎，你看这样拿，是不是就可以拿了？所以动作一定要。那为什么汤要在这边？我说要交叉拿，对不对？为什么汤要在这边？请问汤如果交叉拿，拿在这边，等一下你吃饭就卡到了、啊。所以很自然嘛，汤一定在这边交叉拿拿过来，哎、啊，一定要先拿饭再拿，先拿饭再拿汤嘛，看到没有？饭是主食，先拿。好，当然菜是先拿的，我是指这两个相比的话，这个是饭要先拿，懂吗？好，拿了再来拿什么汤？好，然后这样拿起来吃，对不对？好，吃完了之后放下去，往前推。好，这个往前推，汤回到原位了，看到没有？汤回到原位，唯一会叠的是饭，饭碗叠，你看啊、哦。就不好听了，对不对？好，怎么做？这样子，这样子，我这个还好拿了。这有的外面的有些道场都一样小碗，都一样的碗，它就不好拿，你就要这样靠。好，这个时候这个怎么办？滑一下，滑一下，它都往外切。往外切啊，滑一下，都往外圆切，好，大概就在这个碗呢，大概就在盘子的中央，这样知道？盘子不要凸出去就好，这样知道吗？哦，记得哦，哦排满，所以就从侧面看，盘子在外圆，啊，在外圆，啊，再滑一下，没事。这个呢，也大概在中央没关系，这个都要中，以它为准，以盘子为准，这样好不好？好，好，这个时候再放这个，懂吗？放这个是放在，当我们没有这个的时候，它会规定放在这里，放在这里。好，我们也是这样放，好，就放在这里，就碗饭之间，好，碗跟菜之间，啊，一样不凸出去，这样收着，手放在前面念佛，或者手这样结印，或者放在膝盖上念佛，不要东张西望，不要讲话，啊，是这样，或者去背什么。临灾语，这样知道吗？好不好？会不会啊？好，现在会了哈，来，每个人坐下来，玩一次。好，那么现在呢？假设大家做好了疗医了，海清也用了，好，现在开始念完供了，大家请用来动作，赶紧去。啊，两只手，弄头，弄头会，啊，唔想你啦，唔想你啦。头尾这样，可以了，压着也可以了，压着往外挪也可以。我们老师有教两种，哎对，好，压着也可以，压着，然后右手往自己身上推，左手往前面推，然后右手去抓。不过有那个左撇子的就没办法。喂，重来，不来，不来。来照我这里啊，刚刚好像没讲清楚啊。来看啊，他现在你看到的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这块对不对？这个在左边对不对？对不对？好，来，好，然后这样压着没关系啦，压着对了啊，也对了，压着。好，压着之后呢，左手往前推，右手往后拿，就这样拿起来，拿在右手上，看到没有？这个在上面。好不好？好，下面这是用这个去遮，不是用这个去遮。这个要吃饭的、啊，就遮，用这个去遮。好不好，就这样呢，这样叫这个去遮。开始拿什么？拿菜收回来，拿豆，好，来拿什么？
再来才拿汤，汤右边，右边拿到左边放。好，那好，开始，然后呢，开始拿起饭来。要退，要退，就在这个时候哦，有要退的，饭要退，汤要退，菜要退，再往前推，这是往前推，甚至于刚开始就不拿没关系啦，啊，你往前推，啊，这个就是要往前推，有菜要，你还要无信心，我得再来给你洗菜啊，这个仁兄他不想吃饭那么多。也有菜不想吃，那来了就被收走，懂吗？会收一半或收全部。好，来的时候他要表示一下，他表示不是讲话的，他是会点给我看。好啊，他如果完全都不吃，那我就整个收走。他不动作。那一般来讲，会收走的状态是这样收的，不是碗收走，是倒掉，碗要回来放着，一样等一下才好洗，你懂吗？好啊，所以。一样道理啊！这个菜，假设他这样子是退的，那我就退。退在哪里？退一般来讲，他会拿个盘子，拿个夹子来夹也可以。哎，对对对，就点哪一样退哪一样。好，有的人是某些菜不能吃嘛，这也会有个，这样知道吗？看第二个，好，看呢，好，那好了，退完了就要怎么样？收回去，哪怕空碗也要收回去。你看，这就是没有遮的状态，你看。你的手一勾到你看都要遮，都要遮，遮才去拿东西，没有遮袖子都不行，都会卡到。好，然后开始吃，怎么吃？取这个饭，饭怎么样？饭要怎么样？龙含珠，筷子呢？筷子是放扁头。大夫，好，凤点头，啊，龙含珠凤点头，好，那开始吃，怎么吃？左边一口，四修一切善，啊，修四断一切恶，右边一口，四断一切恶，四修一切善，啊，中间一口，四度一切众生，或者度一切众生，断恶修善，度一切众生，哎，你看我，哎呀喂。左右中，断恶修善，度一切众生。大家开始讲。吃，吃完了，吃完了怎么办？要增加饭菜怎么办？哦，这个是要增加什么？饭在中间。饭在中间。好，有没有是饭呢？好啊，增加汤。好，我已经盛完了，收回去。你们每个人都做哦，增加饭。做动作，好，增加做动作，好，增加饭，所以我看，看看吐饭我看了没丢，好安，然后行堂的人要站在这里，你们要行堂，要站在这里，假设这是最尾端，我站在这里，我步入了这一条，我就要站在这里，一举出来，哇、啊，从近的开始操作，好，也可以从最远端那个先，最远端的那个人。已经出来了，就走向那，一路往下走，好吗？二十团，二十团，就这样，然后过来，假设从他开始，从这里我就开始，很运气，啊，不是每个人都出来嘛，对不对？所以说基本还好，啊，有时候哈很赶，时间很赶，然后坐在最后面那一个哦，就会这样，那我有个挂。然后结果很惨哦，沉到这里啊，我还去慢吞吞的，哎，拉普啊，都慢吞吞的走到那边去，再去拿一桶过来，再过来这样，这样你都起身顺了，你讲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赶时间呢，好啊，这个时间上会有点赶，这样知道吧？所以说行堂的人啊，我们的建议是，如果人够多，一个人不这样就够。那个提桶啊，饭啊，也不用像拿太多了、哦。如果是这样啊，实在人不够多，这是一个人孤餐的。好、哦，啊，动作就要快，不然会慢，不然就你想嘛，这样有五六个人，那最真的最后面那个就很惨，是
这样啊，因为本来就是啊，先者先做，后者后做，所以说来参加法会有慢一的就要往前做，就是代表先后，好吗？这个原因是这样的，这样好不好？好，这样填完饭了，说要怎么做？一样要聊什么？一样要聊那个衣啊，遮那个袖，要遮袖，聊衣遮袖啊，一样要遮袖。好，继续吃，现在。天汤，汤在哪里？在左边，不是在中间，在水果盘前方，不是正中央。嘿，我也来点这个风格。啊，你来左右边去，你，哈哈哈，那是要点点水的，啊，对啊，够没够？那是要点水。哈哈，要吃汤还吃了？啊，要吃汤啊，要吃了，要吃汤啊，要吃了，要安怎做啦？啊，就收起来，卖走好啦。啊，这样知道吧？就做动作，就是汤汁、汤跟力都算在里面。哦，这样。那如果一半呢？那就是一半。啊，一半也是汤力一半，它也不会固定。那要力要汤，要汤不要力。来，再说一遍。要汤不要力，要力不要汤，要汤也要力，吃一半。嗯，安尼你给他们讲分。好，所以你看看，就是要脑子要清楚，哦，吃顿饭就有这么多的规矩。好，好，现在开始，填完了，填完了。填完了做什么动作？帮你填完了要做什么动作？赶快收。来，我看我已经看到一个动作出来了。对，怎么收？啊，再收的话来看，看了、哦，好，要收哦，好，要收，要收，摸货酸。五五下山去收，不可以啊，知道吗？还是一样要什么呀？要凤，要龙含珠那种。好，不是五虎下山，这样要收回来。啊，一样要遮，啊，一样要遮，啊，遮遮袖，遮袖，取来取收回来。啊，还在不？好，分了，赶快了，刚刚也看到五虎下山抓饭，这样子啊，不行。好，来再来继续做，龙含珠凤眼头来继续吃啊，龙含珠凤眼头继续吃，看。你们这个坐板凳的啦，哦，或谁的啦，哦，都不可以背靠到背。那坐圆板凳的呢，理论上坐二分之一已经最多，军中三分之一。那你们坐二分之一，看看可不可以？好，可不可以啊？很好。好，还有啊，不能驼背。好，好，开始吃，要当胸，当胸，好啊。龙含珠凤点头，龙含珠，尽量按点。龙含珠凤点头，吃，吃了的头不要低，要碗就口，不是口就碗，就听得懂吗？靠它，口一个溜，挂掉，挂掉，哎，挂掉。不是这样哦，你看酱汁不装点了，这样酱汁不装点，要这样子拿回，就是叫做碗就，不是口就碗，口就碗是动物，动物动物是口就碗，懂吗？因为它会拿碗嘛，是不是这样的？啊，人类要碗就口，这样啊，坐挺哦，啊，香的，哎。想让你爱，不要变，糟糕了啊！这样子哈，好。那么现在吃完了，吃完了，这一下子，哇！好，吃完了，吃完了，开始要怎么样？留一块叶子，对不对？好，然后要是不是要？
把水要收要取那个水的哪里？噔噔噔噔，汤碗回到原位，对不对？右你的右边，汤碗回到原位要取那个水，不得力吧？汤碗回到原位，有没有？来看一下，汤碗乱呀乱呀，为中乱呀，为中。你一拜拜两个，你是叫我提醒的。汤碗放在原位，原位是什么意思？原位在这里吧。哦，不对啊。啊，不是啊，奶这饭不用了、啊，你现在就水了、啊，要来取水的。啊，一边都啊一边这，啊你看你能提出来？能提出来不对吗？啊，对了，你懂。汤碗在你的右边对吧？对吧？是不是原来摆的位置？是不是这样的？哎，啊，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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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洗了很久的眼睛啊，啊，汤碗。啊，开心的话题，这样知道吧？贪管啊，好，那吃你可以继续吃饭没关系，啊，因为你已经决定不喝汤了，啊，贪管放你的左边，不要放什么，没有放你的右边，对不起，放你的右边就是真的要喝，就是简单讲，放右边的意思就是，你的右边的意思是指的是那个盘子的另外一边，小盘的另外一边，对不对？啊。右边放在那里的时候，行坛的人不能弄乱，一定要记得那一次要装水，然后要把你的汤碗拿出来装水，还在不？哦，因为你记得水跟汤都是液态，所以用不同的碗来装，这样就好记，对不对？好啊，再来，吃完了嘛，吃完了，那就等于跟原来开始的动作是位置是一样的，头尾一致的，所以说。它放在原有的那个位置上，就是你的什么？你哪一边？你的什么？右边，对，右边哦，不是中间哦，哦。但是如果你是要增加汤，这就要放在左边，放在左边的什么？增加汤，对不对哈、哦？那是你要补汤，啊，那边包那些东西，哎，待会儿，哦，所以有点不同。那我们其实已经算好了哦。那你是刚后安装过，那你汤碗跟饭碗分的，好、哦，基本上都是亮亮的，所以还是看不太出来。有时候不一定啊，因为你理论上不能用饭来吃碗，对不对？痕迹谁看得出来没有痕迹啊？都已经吃完饭，不会有饭的饭粒痕迹，所以理论上真的是你看不一致，当碗都长得一样的时候。我们现在是有点调加多，但是还是不好分的、啊。我看也是不好分的，就是有点雾状的是饭，对啦、啊、但是乍看不容易看出来。但是汤碗会比较嘴巴开、啊，好，我来到一门啊，我嘴巴开啊，饭碗有雾面，啊，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啊，古代的话呢都是碗就是碗，他就没得分。它纯靠位置，这样懂吗？哦，安尼知吗？哦，我水有没有要比不要多少？没有没有，水没有多少，水大概就是那个汤碗的三分之一，固定这个样子。好、哦，理论上都没比，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很多水，你要吃药，有没有？有的人饭后要吃药，不，好、哦，这个时候可以比。它、啊、笔法是什么样？别疼不完要求，笔法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要多，你就知道哪里，他就到哪里，懂吗？他就不管，他就我说你要疼啊，还要补啊，就是你别跟他补啊，这就到哪里，你别啊上嘴就是安尼，摸，安在不？哦，当然不能出声音啦，我的意思你可以这样子。或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二，或者七分多都可以，就大家满。好啊，你别讲中观观，观观本来就叫观，所谓的满大概就是七分满。啊，因为水嘛，水比较危险，大概装七分满。你们心态装七分，好不好？安尼会晓未？哎呦，哎呦，啊。
你们自己摆盘，摆回去重来一次，重新 play 一次。对。饭碗，然后再来交叉哦，收尾汤，再来汤碗。
煮好了之后，所以你的汤碗在左边，对不对？收回来，汤碗在左边，饭碗在右边，对不对？好，这时候举起饭碗，龙盘珠，然后呢，凤点头，啊，然后开始用。先用的时候，左边一头，讲出来，试转一些，再来。要用势啊，不要用怨，势比较强力啊，我们就弱弱的，就要强力一点，懂吗？发愿只是你自己要或不要而已，发誓的话就是比较有那种强力用，对啊。好，那么就誓修一切，誓度一切众生，好，开始吃，吃吃吃吃，现在哦，喝汤，怎么喝？饭放下来，喝汤，喝汤，然后呢，汤喝完了再吃饭，再把那饭拿起来，拿起来的时候饭吃完了不够，要补饭，什么动作？正中腰补饭，好，填完饭了。那个行男就是看到这个动作要赶快过来，这就是你要服务的啊。好，补完了收回去了，收回去继续吃饭。吃完饭的时候呢，好，现在补他。在你的左手边补他。好，要他不要左手边呢、啊？那是补水的、啊，我忘记了、啊。现在要汤不要力，要力不要汤，要汤也要力。吃一半。OK， 那你们会吃的。好。然后再来，装好了，好，吃吃吃吃吃，拿水果也不吃啊，水果吃完了啊，好，现在都吃完了，现在要水，任何时间你吃完你都可以要水，啊，里面的汤碗空了就可以来喝水，我们行男的人会去注意，但是你得放对位置，放回原来的位置，对不对？是不是原来摆盘的位置？这样你就想已经头尾结束了，所以放回原来，这样记就很容易，对吧？好、哦，来、啊，还要看的时候就没有回到原位置，在手边，刚好对半位置，这样就很好记。那呢，稳得不？好，然后好，现在要水，理论上要水不用动作，我就是三分之一给你，但是，你要放这里。你要啊，你放你要收，你不要你不要水的，不要水，理论上都要水哦，啊，水你不喝可以，啊，如果不喝的话可以，那不喝怎么刚刚忘了补充一下，万一你实在不喝，啊，怎么办呢？就不倒到汤碗，叔叔，倒进饭碗之后，理论上是最后把它喝掉，但到了饭碗不喝，就停在那里。那怎么办？等一下饭碗叠上汤碗，直接里头有水，这样就好。大家知道吗？啊，是这样。不过这样实在人家收不好收了。但我们容许这个状态，因为围栏、消防、国货啊，里面年轻人最隐晦的，啊，好，就是姻缘的，好，明白吗？大家知道吗？好，现在假设你需要吃药，你要更多水，怎么办？怎么办？你不一定要全部，但是你可以止一半或止三分之二这样子。哎，对，那我看到了，就这样。啊，有可能要吃药，不过行不行？有人犯过要吃药，对不对？啊，那就可以你的机遇，多大的比例啊？起码要有效。好，好，给你了，行完了，好，怎么办？赶快怎么办？收收，不要再放了，放在那里，人家会误认为你还需要。你要什么时候喝没关系，但是你已经取完。
转水的收尾啊，可不可以取第二次水啊？理论上是可以，你只要再做同样的工作，对吧？不会让淋水淋水，汤无够淋嘛，还是万一不会淋水，还是要吃药啦，迄水无够，一碗嘛无够，你听我。有可能，在特殊情况还是有可能，但是哦，那我这里的道场哦，还怎么做，你知道？那居然还是泡茶，然后还洗茶，不是这样，那太小混，太小混也还好，重点是有没有人泡，啊是这样，啊我们如果泡那大瓦锅点的话，也不困难啊，因为别店店都比较甜啊，看店炒东西，有可能，啊、有哈、啊，好，有可能，那问题来了，那岳师傅，我们有可能行什么果子？对不对？有没有可能行茶？还真有可能。这是怎么办？这是怎么办？啊？不是，因为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对不对？我会拿出来，维摩会讲话，不行，行茶不能讲话，维摩讲话，说现在有茶共种，听不懂？有茶共种，啊，你来嘛，听出来啊，对不？是不是呢？他管马上就。茶第二个饭还是一样，等同什么呢？这个啊、哦，我说错了。汤碗拿在正中央，拿在正中央。因为有可能会混淆，你懂吗？有可能会，我是要水，我不要茶，对不对啊、哦？这时候就是会考验那个心态，是不是这样？但是你拿的是汤碗，拿了汤碗又本来是饭碗。我是要饭，对不对？啊，因为我们这里有分嘛，所以就讨价还价。好、啊，理论上有的地方怎么分，没分就会很就要另外动作。汤碗拿、啊、正中央，就是我等一下洗这个果汁或者是什么样。好、啊，那万一呢？这样呢？又有汤，又有果汁，又有茶。是这样，没有，是这样。现在。有汤，有果汁要共种，需要的人啊，请推出啊，需要的人请表示，啊，这请做动作啊，你就推出了，对不对？好，完了之后大概一次，或者是你喝得很快又再出了，我还没有宣布下一个之前，你可以喝第二碗。可能无，我唔知啊，这种可能无多，但是有可能发生，懂吗？懂吗？懂了，我现在录下来了，你就知道啊。有没有？现在维摩师会说，现在有果汁共种，需要的人请推出汤碗，在正中央，因为我不是水啊，不是水。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去推出想水，因为人家是在忙的果汁，懂吗？好，接着喝完了。你要先别忘记，还有茶啊，这个他又在讲话。啊、现在还有茶要动作，有需要的请捐出你的汤。对，这次你就不要说，哎、欸，你心慌，不会果汁苦啊。你想秘书，他换第二个的时候，你就不能再要。我一有没事，是不是这样？会穷的一配的苦啊，还在不？好，最后，对。刚刚如果说刚刚有果汁的时候，可是我的汤没喝完，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个时候没关系，用饭碗，因为在古代两碗没分。饭也还在吃啊？啊，对啊。对，可以啊，来，这个还是有的，还是会发生的。把你的饭，好、哦、倒在菜盘上，不是汤哦，汤没办法，菜倒在饭那个菜盘上，饭倒在菜盘上，这是很好的问题，有发生过。有发生会这样，我不可能，你拢食落遐尼紧啊！啊，我慢慢去煮啊，啊，我饭还搁你吃，我好食三碗，你食一半两碗，我甲你有比，对不？不可能，不可能。啊，这个放在倒在菜碗上，菜盘上，听好不好？啊，这样就可以。啊，这个时候，所以说，请把你的碗推出来，我们这样讲就好，不一定要讲，请把你的汤，这样把推出来就是正中央。这是因为是讲这个动作，所以你这个动作就是会接那个，啊，不
都过了之后，你就正式的把汤碗推出，在什么，在你的原位，就是所谓的右边，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呢？哎，就是行水，那最终就要结束，对不对？好不好？啊，不喝就推，不喝就推。啊，水的话呢，也是可以推的，因为现在不喜欢把汤汁那个油脂都喝进去，起码不用说我给空嘛，哦，其实不多了，啊，那个是一种表法，表达珍惜财物，啊，一滴不漏，是你表达这样，所以叫共行光满足他们。啊，你若买酒不要紧，都无啊，都无聊，啊，都无啉，无啉醉干在喝，啊，都不喝水不退出可以，啊，但是不喝水你也不能喝那个坛子哈，啊，你跟他告口一条。啊，因为啊，奇奇可可啊，啊，他还，你都用个手机先上去，哎，哦，好。假设现在需要水了，你们都需要水，飞出来，这是你们，我们不会宣布了，因为水是你自己要的，对不对？好，很好，好，好，那么都加上水，加上水，加完加水之后，加完了，热到控制。我也换上一些，我应该这样，我今天，好，水啊，可以，好，喝完水啊，水怎么做？水怎么做？等一下，你有没有留下一些菜梗、菜叶子？啊，吞过去啊，别嘛，啊，隔壁笑，没关系啊，就没有了，难过啊，我还跟隔壁笑，就没有啊，没有就是什么？筷子就隔离了，是吧？你听他走起来，迈出心安走路，好，不要出声音，这样就好了，好不好？好，好，现在怎么样？先在汤碗上面弄一下，然后呢，再怎么倒？那怎么倒？哎呦，他又行了，怎么倒？啊，对对，可以低一点，可以稍微低，因为这样它就喷出来，可以低一点啊、哦。好，它低一点，哎，对，稍微水的时候再。哎、欸，有啊，麦克加起来，加滴滴，加滴滴，加滴滴加回来，加滴滴，定了，然后倒完了之后呢，哦，菜坛会滚，好，刮，刮一刮之后呢，再来，不是吃叶子，还要饭碗还没洗就急着吃叶子，啊，等一下就要跟隔壁借了。啊，再来倒再把盘子怎么样？倒在饭碗，哎，这又是在饭碗辅助，啊，在饭碗上面弄弄，啊，再跪跪，啊，再顺顺，啊，好了，再在饭碗上跪跪，啊，然后他进来了，吃那个叶子还不能喝，吃那个叶子，这他懂都没理，吃那个叶子。我们以前在现场啊，会被刁难。谁把叶子吃掉了？吐出来！哈哈哈急着把它喝掉的。是先吃那个叶子，懂吗？叶子吃完了，是不是最后都没有了？为什么要吃叶子？你知道吗？先吃叶子，你知道吗？是有道理的。素食。你哪看见你不你短的那个？加到点菜就了。蛮亲亲一下，有没有可能？还真有可能，你知道吗？所以那一口最终要喝下去，就是有点小漱口的意思。所以用来做书，因为喜欢就完整，想得很完整。所以呢，你不能先喝再吃那个菜，在那个餐厅。哎，这样的话，啊，有点小漱口，小漱口，人家呜呜呜呜，弄得嘴巴很大声。可是是小漱口，就在嘴里这样轻轻的这样说，小小动，摸着舌头这样动一下，把那个张开嘴巴会看到菜叶子的窘境弄掉，这样知道吗？安尼知无？哦，所以讲现在是一规矩嘛，啊，没够讲嘛，现在你看看啊，所以有没有感觉祖师很有智慧，是不是？所以在这个文化其实传承好几千年。应该有一千多年都这样子，自从有崇明之后，大概就发展成这样。
们十多年来在这里，总算有机会教了，还因师入小方设法去推动，说大家要这样哦，这样很好。那我们也做师傅也辛苦。好，那么这些会了，现在我们就看讲义。讲义呢，好，人太多，我才第十五份了，怎么办？你好，来，那个两人看一份，看一份，二三人看一份。你们师傅要那个在群内用看，群内看就好。来，三人画图，三人画图过来，好不好搞？你们师傅在群内用群内的看来就可以了。来，加加加加加，第三呀，阿哥，我都挺喜欢的，你打的。好，还有啊，那好，那你们两个看，我坐过来一起看，然后这里来一个。那个有赖的，我转到赖群里给你们看。打开来，在那个什么圣天宫，还有万国寺升旗也有。
它碗虽然稍有大小，但基本还好，就叠在一起还好，你懂吗？好，而但是盘子就容易滑掉，所以我们把它分成这样。好，筷子光筷子收掉，这样懂吗？好，他们会用的篮子，啊，我们行堂主用的篮子，好，然后全部收收起，这样好不好？好，好，我们现在先讲筷子啊，我们来看看，当我会过堂的，我就要会行堂，知道？好，那我。不要就分别放碗啊？什么分别放呢？就是多放外头汤，汤碗放后方，啊，是这样的，对，对，这样的，因为它理论上也没有多一个饭碗，啊，是这样。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呢，会过堂的，啊，会过堂我们叫会行堂，啊，行堂呢是一个基本动作跟观察跟卫生这些重点，啊，大家了解吗？那我注意一下，因为我已经不用再教你怎么穿衣那个了，是这样，首先我们看讲义，看讲义，看讲义哈，讲义有没有行堂工作事项？有看到？好，标题就是这样啊。早斋，啊，来，大家一起念。这个很重要，就是说行堂的人呢，服装要怎么样？先讲服装，服装要怎样？口罩、袖套、围兜，然后呢？居士要加帽，因为居士有头发嘛，哈，怕飘出来，怎样？这样就够干净了哈。好，拿出来哈，sample 一下，啊，哪个居士？你来穿一下。好，那么五点，这时间哈、是一个，这时间是一个参考值，你们可以调整。好，时间是一个参考值。那你看啊，第一个数人数，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不早点数？你早点有人没来，还没来。啊，大概到五点的，大家都到齐了，做客。五点十分，你在斋堂就开始擦桌子、摆碟子，准备分菜用之盘子以及行堂所用的行堂，等一下行堂大盘子嘛，对不对？要装那个菜啊、桶子啦、什么的这些夹子啊、勺子啦、汤匙啦等等。那东单南仲这边有南仲的东单。这边另外跟大家说这样，原则上是男众行男众，女众行女众，这样不要碰来碰去，是这样。那这个呢，要请你们组长自己想办法发心。再来，35分就要分菜，也不要太早分。第一个还没煮好，第二个会热，第二个，我们预计6点用餐。好，大家用外围，起码这位也穿成这样，戴起来看一下。那口罩呢？你自己的口罩能戴？有戴，把它戴起来。没戴啊，常住有。那戴个口罩，口罩最重要。再来就手的指甲要洗干净，不要留指甲。你实在有留指甲，你要洗干净。帽子看到？有看到这帽子？有没有再看到那个？袖套
写编号没关系啦，就是你们也可以，那个什么御书，你看把所有的度都写个编号在右上方，啊、哦，这样看就看出来。啊、哦，然后在这里写，在这里编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没有什么好坏，就大家记得，因为有长期要做行堂的人，啊、哦，要做行堂的人呢，他就可以把那件好。一直用七天，负责弄怎么样这样，啊也可以说不留用，但是我记得我用的那一天也可以，啊那个顶棒。好，那么就是这类的哈，看第二个五点十分的时候开始准备这些器具，啊准备好了之后去分菜，就是三十五分分菜跟分水果，这个时候就要全副武装，穿成这样，啊口罩包括。包括口罩，口罩不一定是它这种样子的啦，是哪一种都可以，哦，哪一种都可以。好，那五点十分起就已经可以戴了啊，没有那个时代没有要求那么高的话，是在真正分菜才戴啊。其实五点十分，我们现在因为有疫情嘛，好、哦，难免讲话，所以空盘子也会弄脏了。对不对？那所以说五点十分就可以带，好不好？好。那四十五分准备热开水，是指的说我要行一个热水，我已经去烧了椅子，因为在清凉寺的话烧那个热水，当年没有那个电热炉啊，都是要另外往寺烧，所以它需要提早。好，我把好这个概念。啊，你要说在那里取那个热水壶，啊，这么多人的话，还真的有时候不够，因为它预热的量够大，所以我会写在这里，这样听懂意思吗？哦，哎，哦，因为早斋大家吃的很快，以及相对比丘注意心，你也有故事哦，尤其他采风出后，然后再来分析饭，你看分析饭在十分钟前才开始分，你们看到，分析表在才开始修。啊，当地嘛是八卦嘛，嘛是安尼安尼安尼。好，那五十五分又有一个擦桌子什么意思啊？因为漏垃圾，哎，一个季节，迄一节了后，再搞什么铜匙啊，那个什么筷子，再搁再搞，列举再搞。好，所以你们做新堂的师傅们或者居士哦，最好刚开始师傅来 run 一下这个状态。好，还有我要修正的修正。好，那么这样之后呢？第五十五分，看到没有？刮胡把盛装过程中溢出的汤汁擦干净，然后发二十瓶斋，这个时候才发下去啊，不然你放在那里怎么擦桌子？对不对？哦、那也才放卫生纸啊，不然你怎么擦？所以你看他这些都有经验，哦、然后再来检查座位饭菜有没有对齐。曾经清凉寺有一次啊，拜，那新同学来拜，结果呢少摆了一副椅子，多椅子三十张，餐具二十九副，这样来巧为都好，伊在用亏呀，伊讲亏呀，然后安怎减一副啊？哎，听得懂意思吗？所以真的要检查一下，哦、一张桌子一张椅子对一副，哦，安尼就对，安尼知无？好，这样清楚了哈。学员进斋堂的时候，东西单各有一人，在六点整进来。六点进来的时候呢，听到打板子，大家进来了，个人负责每台的人数，不要让他们错。所以说哈、哦，那个因素，那个我们明天报到都完整了，可能第一天早上就要早一点让他们下台固定位置，或者明天的晚上就要排固定位置，餐厅固定位置。今天就报告了。今天晚上。好，明天开始啊。明天开始了。好，明天开始是不是？那这样就今天就要排固定位置，等一下你们排，我下去你们进排。好，排固定位置。所以事先因为还没打扫，所以这样开始就。这样知道了。哎，网课完以后来排，啊，网课完，网课才更多人到，哎，更多人到，好。那要整个餐厅都要打扫，我们应该都有擦过几
还有呢，数量要先数好，水果不要多切，很容易坏掉。这些自己知道一下啊，这跟大寮谈一下，这些都要戴口罩，还有洗手，好，个人卫生等等，这些都要做。最后再来数人数一样，时间上是参考啊，还有擦桌子一样，跟前面一样，好，擦桌子就是要准备摆盘，摆盘了之后开始分水果跟菜，分完了之后又要再分汤分饭，哎，早斋没有汤。五斋就会有汤，对不对？好，分汤分菜，然后最后呢，再擦一次，再检查，一样。好，那工作项目大家看一下，擦桌子啊，对齐啦，椅子对齐啦，烧温开水啦，还有第三，帮忙削水果的啦，要注意。好，还有。没有轮到行堂的组员呢，可以先用餐，等一下帮忙善后。那再来，这个注意事项，饭菜不要过早分发，会凉。二，酱瓜之类的咸菜等等各类的菜，尽量不要太混，味道会乱掉。第三。煮法桌的麦克风不要太早开，不然声音会跑出来。第四，一切行堂的进行呢，都要做检查，然后呢，举凡电灯啊、扩音机等等这些的都要检查好。还有第五，第五就是有四则啦，这个就跟大家没有关。第六，服装威仪，就刚刚讲那些服装不要嫌热，我们尽量开冷气，我们尽量都开着，早上要开也开，还是会热，我现在早上很快就热，那行堂的人在旁边要看着，要看，要看着呢，大家随时用斋的时候要在下方往上看，每一排。每一排往下方不能背对佛，是从下往上看，然后看哪个人动作怎么样，好，添饭的时候怎样，这些是怕你们忘记了，好，添汤的都怎样，有写在这里，好不好？那我们没有印出那么多，是因为怕浪费，那有修改，我们修改完将来可能就印出小册子或怎样给大家看，再来。好，不要闲谈杂话，念供也要跟着念。好，那除非工作必要讲供，不然你要跟着念。各种菜色不要混肴，要在一起，这个很重要，因为这样他才要退才能退啊。好，哎，我们没有用那种一格一格的菜盘，这样比较好洗啊。好，所以就饭菜就稍微挪开一点。对，就是因为要这样，所以要稍宽一点。好，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图，再来那个图。好，看那图要找粥是两碗粥的，你可以退一碗随你啊，基本配两碗粥的。那也有一个道场是怎样，它就是一碗粥，要补再来补，是这样啊，因为早斋吃的快，那根本补不起，真的补不起啊。所以直接就两碗粥打上去，因为差十分钟而已，是这样啊。再来就再看中午，有没有看到？偷看一下那个表格，就可以看到有那个汤跟饭，那个饭上面还有四只蚂蚁。好，那后面那个是煮法做，那就不管了啊。好，原则上是这样，好不好？好啊，等一下看要怎么样子，要整理环境啊，擦一下怎么样，再擦一下，好不好？啊，进班跟出班要讲一下，进班出班没有怎样，就是维诺会带进来，然后带出去，从中间带出去，维诺会带出去，维诺跟木鱼会带出去。那在这里的话，木鱼、维诺都坐在一边，好，坐在一边，等一下。出去的时候，木鱼才站在旁边。
跟着一起带两半出去，好，带两半出去这样，啊，带两半这样出去，啊，进来的话早摘，早摘的话呢，因为会有可能提早结束，好，啊，跟提早结束，你们听到打板，自己回到位置来做，就不一定带进来了，啊，不一定带进来，早摘，明天早摘的话，那我们有可能边做边调整了。有可能最后调整时间念佛，我念到大家就哎、欸、就进来就坐位，那因为早上哦比较可能会上个厕所或怎样，所以让大家先去上厕所，但进来就是自己到定位，听到打板就自己进来到定位。明天的早餐可以先这样做，好不好？啊，因为我们仪轨没有改变嘛。嗯。好，早餐有没有需要水果呢？那不一定，有时候水果多，连早上都发。哦啊，所以没水果就不做水果的动作，有水果就做水果的动作。啊，这个有时候人家供养多了，哦，要把它消化掉。这个有时候我要把它洗。啊，有的道场是早上没有水果，哦，啊，其实无所谓的，反正有人供养就把它发下去了，哦，要发就发，啊，这由大家来决定。啊，两碗粥用这种两碗粥不一定要多弄到满。或者是一瓢而已，这样可以，也可以这样做的。好，啊，那我们也可以调整为早上一碗粥，好，用那个汤碗装，比较大碗，这样子啊，这样可以，这样好不好？好，你们大寮人在桥节不要紧，好啊，但是呢，它等同放饭的位置，或者是放在左边这样子，这样，如果是一碗放中间也可以的，它那个图是放中间的，好，是这样，好不好？好。哦，那其实是应该是没有放中间，是应该是放这样。假设一碗，大概就这样，大概就这样放，这个就没有了。假设有菜盘子，就这样放，就这样放一碗粥，好吧？好，也可以，就不要放了两碗，这样大家时间上比较不用那么赶，好吧？好，那这样子，那个啊，维摩罗话从这边会直接走出去，好，啊，你们就跟着出去，念佛出去到外面就解散，就现在目前没有做到念饭佛，好，没有念饭。从哪个位置开始做？对啊，所有念佛是比丘师傅的，我们从你们大概只有两位，我们大概只有两位比丘师傅坐在这一桌了，啊，你们可以从这一桌开始做，这样就啊，那稍微挪开一下，哎，挪开一下就好，好，这样，好，假如其他人看他坐哪里就坐哪里。哎，你们比丘尼好像坐这边了，好像坐那边去了。哎，这边是东单，那所以这南众应该会坐这里，南众应该知道比丘尼应该会坐在这里，那剩下就是女众坐，南众应该会坐这里，啊，坐这边要排一排，你排看看，好啊，你要来排，帮忙排。我们是从这里开始坐，还是从第二个？好，就从第一个，从第一开始坐，哎，就坐好像往上坐这样，啊。啊，只有两位，只有两位师傅啊，常住只有两位师傅，一位木鱼，一位，那个，其他常住师傅还坐，其他都坐在那边，他没有过堂，啊，没有，他没有跟坐在这边过堂，他们在那边过堂，啊，过堂的意思都一样，念的大家一起念，哦，是这样。上次和尚有说，过堂吃饭的话，结在一起，因为回向是最后，对，干嘛在？对，大家必须等结斋唱。本来就是这样子的，这是标准的，反正吃完饭才结斋的。我们那个时候是各自离开，那我们就直接唱结斋的，是这个意思。所以那个时候不叫做饭食仪器，叫供养仪器。那我们现在是真正吃完饭一起结斋，那一起这才正常的。那一起结斋，那当然就唱那个饭食仪器，就这样。还有问题来？有哎，画一下。没有交到单，要交。对，就是我们往外切饭，往外切的时候，不是说要掉下去，就是只要这个筷子不会靠到，这样子为原则，哦，就像有点像这样，按筷子再做一下动作，筷子、啊，往前这样画一下，啊，往前画一下，这样知道你会不会来画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画一下，这样画一下，好，画一下，哎，没有出去了，这样就可以。好，往外圆看，
啊，你要看一下左右邻兵呐、啊，哈、哦，大家尽量一排，有时候往外邻切，好、哦、这样，好不好？好了，好，那就这样了哈、哦。好，我们回向一下哈、哦，来，我们回向今天学习这个哈，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往生极乐国，往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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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